近日，浙江移动在杭州推出一个 5G 体验厅，这也是国内首家向市民开放的 5G 体验点。体验区内的项目分别为 5G VR 全景高清视频、5G 猜拳机器人、手游电竞对战等体验，吸引着许多好奇的市民前来体验。杭州移动武林公司市场部营业督导沈佳告诉记者， 5G 有超低时延、超大带宽、超多链接的特性，市民可以在此体验到更多 5G 未来的应用。那么我们这边所陈列的都是能让客户能亲身体验到我们 5G 带来的一个超低时延、超大带宽和超多链接的一个应用这么一个特性那么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有分别几个项目有高清视频区，还有一个猜拳，以及我们的 VR 的这个游戏互动体验有分了这么几个场景。在 VR 高清视频体验区，只要戴上 VR 眼镜，就一秒到了南美的安赫尔瀑布。在 VR 游戏互动区，还有一个虚拟的滑雪游戏。而这里的明星产品莫过于 5G 猜拳机器人，路过的市民朋友都想和它比较一下，看看能不能获胜。猜拳机器人通过 5G 低时延加上 AR 智能算法，能快速对市民的手势做出判断并给予回应，就算你手速再快也无法赢它。像这个我们旁边这个 5G 猜拳机器人，它主要是通过了 5G 的低时延以及 AI 的一个运算，我在跟它出石头剪刀布的同时，它能达到最低的时延进行一个出拳这样的话就能实现就是几乎我赢不了它这么一个局面。据悉，浙江移动在 5G 布局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目前杭州已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 5G 试验网，覆盖核心商务区、风景区、特色小镇、科研院所等。沈佳介绍，预计2019年6月份杭州核心主城区实现 5G 覆盖，到时候 5G 就能运用到智慧制造、智慧医疗以及教育、金融、交通等各个领域。那么预计在这个今年的上半年，在6月份左右能覆盖到整个核心主城区，经过这个覆盖 5G 覆盖之后，我们能把 5G 带入到很多的这个实际的应用当中，比方说智慧制造、智慧医疗以及教育金融、交通等等这方面都可以利用 5G 去一个实现它的一个应用结合。